Yeah, it means an awful lot to me. Uh, obviously, having had the last couple of months off uh, on the sidelines, it's great to come back with a bang and uh, to get a group three winner was was just amazing. And to cap it off with another win on the day uh, was huge. So I'm, I'm extremely grateful to uh, all the connections. But I must give credit to uh, Harry Bentley. He won a perfect race. I said, jump and go with the flow. He did exactly that and no. it turned out really good results.

主要除咗佢哋啲馬跑得好之外咧，有啲馬冇咗潘頓咧，就似乎嗰個影響都幾大喎、啊。冇咗潘頓嘅，佢影響力度好大嘅。佢佢夠膽嘅時候去放假？佢諗住嗰啲放棄嗰啲坐騎都未未搬俾人得幾多場？我諗佢啲數學好精嘅，你去定咧、啊、真係。<laughs> 不過講開班得禮咧，即係就是、停賽，即係休息完一輪啦，停賽一輪啦，復出啦。 今日贏兩場，得到兩個冠軍級騎師讚賞，呢樣唔簡單喎。嗯、高東尼好少讚人嘅，老實講。偉大你都開心到，馬上拍佢又係好少見到偉大，<laughs> 你知偉大好酷啊嘛，好少咁開心噶嘛。哦，今日佢咁我諗佢又運行嘅呢兩兩個大哥睇住佢。係啊，嚇咁快咧，即、就、係、是、我哋嗰晚睇佢其實獨角收穫，佢未未入角係嘛？哇，<laughs> 今日即刻就 O K 啦，咁啊兩場嘛，其實班德利今日可能二三場啊，頭場嗰度爭少少啦，不過幾好。咁同埋咧就一貫都認為，哇！啲澳洲騎師，澳洲籍騎師比較 啲啊！咁啊，今日呢兩位禮咧嚟自英國嘅喎，有時反即有即係有少少氣候上咧有啲反咗㗎。今日係咁啊，始終啊澳系人馬，今日陣容唔算話好鼎盛啦。嗯、不過布文都交到兩場頭馬嘅，咁但係你睇翻啊，真係好開心啊！玩得嚟啊，翻嚟啊，高東嚟讚佢，之餘仲話最緊要俾多啲機會佢喎，呢 <laughs> 樣最實際喎，係嘛？繼續俾多啲馬去跑呢樣先緊要嘛。 咁啊，睇下今日各場頭馬嗰個資料啦嚇。咁啊，頭先都提過啦。咁啊，咁啊幾個啊禮咁都有馬贏噶，咁啊包辦咗一半嘅頭馬。咁啊，大部分都起孖噶。咁啊，另外就何澤堯都有馬贏啦。咁至於練馬師方面咧，咁啊今日就方家柏馬房其實都強陣噶。咁啊有馬贏。咁啊，另外蔡岳翰咧亦都起孖。咁啊，最終蔡岳翰咧其實喺練馬師王咧就啱啱因為兩場頭馬咧就影贏咗。其實同時間何然同埋啊方家柏咧都廿四分㗎。 咁啊，睇下個泥地啦，咁啊，今日泥地咧就跑三場泥地啦，就見到咧頭馬有兩隻咧都係走近內欄嗰邊嘅，都係跟前啲就跑得好啲。啊，咁但係有隻喜字寶啊兜大彎你開面上嚟贏嘅喎，其實上名率都唔高嘅喺開邊。你見得，其實執晒內欄㗎，五 P 兩 V 都走內欄，零零四四得隻起字寶走外邊贏嘅啫。咁睇嚟呢隻話都值得去，即係再跟進下。啊，今日初跑泥地添啊，仲要。 咁啊，睇下草地啦，草地其實咧就轉彎路程今天呢，今日咧開頭都係好利放頭噶，擺前走所以你見到總共咧即係翻嚟埋單三 w 就走內欄，咁啊兩匹就走中碟，其實走外碟都有嘅，不過今日有直路賽啦，所以有啲買都係走外邊會好啲啦咁啊，嗯、都今日十場賽事啦，有啲轉彎，有啲直路賽。咁我哋率先睇頭場先啦，頭場咧就泥底嚟嘅五班千二米嚟嘅。 好泥地賽就係開頭啊，五班嘅千二米咁起步嘅時候咧，應聲彈出嚟，徐雨石一對喎，紅運派彩啦，咁同埋咧就八卦呢對就快啲嘅，跟住出嚟東風一號啦，內欄就威望咧，今日排到個內檔咧，嘗試跟前啲跑啦，然之後咧就有飛騰追啦，勇冠群英啦，特工啦，咁呢三隻就喺後邊嘅第三陣啦，咁啊金牌實力就尾三嘅，哇呢個古浪精彩尾二啊，2, 拖到咁後啊，得唔得噶？包緊尾呢就是、熱門嘅最多歡笑嘅，咁開始入彎嘅時候啦，前面咧八卦咧暫時單騎帶頭噶，紅運派咗跟住佢嘅兩個馬位。 之后威望贴栏第三，二跌第四就是、东风一号，特工呢个时候喺外档上咗嚟第五位，喎，喺个内侧就飞腾追啦，哇，今日好早要骑啊，佢转晒啲配备嘅，唔知系咪唔习惯啦，喺佢后边就最多欢笑就轻松啲，咁喺内档游咗上嚟啦，勇冠群英就骑紧啦，掟出外档金牌实力，古浪精彩呢笔军速啊，包咗落尾喎，睇下佢点追啦，入到嚟之后直路嘅时候，前面都系八卦，仲系带住两个马位嘅，沟女嘅红运派彩咧，唔俾佢走啦，啊，见到钟奕你大力骑内噶啦，后边上紧嚟东风一号啦，涉内档上最多欢笑嘅，反而威望呢，跟前就冇乜后劲喎，之后百零米嘅 有啦，前边啲紅運派彩咧就過埋扣你嘅八卦，呢度出咗頭先，後邊追緊上嚟東風一號，中間就最多歡笑嘅。前面紅運派彩就均速啲嘅，最多歡笑後邊就好啲，但係趕唔趕得切咧？趕唔切就又第二啊，結果紅運派彩贏，第三名咧就東風一號，第四名仲係八卦嘅。咁啊，聚社一隊啊，控制咗呢場嘅步速噶，你都知道。最緊要唔係白住大家鬥笑咯，咁冇咁老襯嘅真係。咁啊 <laughs>，排住隊一隻跟一隻好啦。其實起步紅運派彩快啲嘅。 咁但係走走下，八位又上咗去，咁紅雲派最後變咗跟佢啦。我見到阿鍾奕禮咧，望望都幾安心嘅，見到應該就隊友嚟嘅，唔心急嘅、哦。見到阿毛顯東都望一望啊，咁啊，毛顯東走先，咁啊，鍾奕禮先花嘅。佢直頭先埋內欄添啊！咁啊，好似啲即係嗰啲寶麗生輝嗰啲跑法咯，一啲有速度嘅馬，但係有時一隻半隻帶住佢走，問題都唔係好大嘅，佢都唔係要追好多隻馬。嗯 咁譬如你級數啊嘛，贏千四啊嘛，係啊咁終於即係季內即係、就是、叫交頭馬嗰、那個、對馬都跑得好啊！呢場東風一號都叫跑翻出佢嘅水準啦，啊贏過啦，咪最多歡笑就近期就連仗入 Q 嘅，<laughs> 不過又第二。咁佢又蝕底啲咯，成日要追啊！呢仗有爆速你又計得到，唔會話真係好快啊嘛。佢都跑到第二，我覺得算叻㗎啦，其實。 開頭仲要即係、就是、好似開邊又唔係好追佢啊！喺裏邊攝上嚟，不過佢係出集梗慢嘅。而家你最多款少呢個都係一個另一個問題。嗱，即係股浪精彩就追翻啲啊！今日對佢嚟講形勢就不利啊，拖咗喺後邊。第一個分段時間啊，頭 31, 21, 段二十三秒三一，第二段二十二秒二一，末段二十三秒七一，總時間一分九秒二三嘅。咁啊，取石以往啊，泥地千千二啊，好絕好耍家嘅，成日泥地千二取石一早幾貴啊，成日講啊。咁啊，今場咧佢都真係～ 擺得很好好個陣㗎啦，咁亦都抽下兩隻馬，抽下檔位唔錯。咁同埋阿林祥所講啦，睇嚟睇去左睇右睇，即係最 fit 林祥都係即係紅雲敗彩啊。咁佢<的>、嗯、都部署得幾好啊，馬房都要爭取翻啲成績啊，係乎啊嘛，而家喺度。咁係啊，其實佢今季呢只紅雲派彩其實演出都穩定咗好多。其實即係前次嗰個千四嗰日就唔係好嚟放頭，佢嗰場輸得遠啲。其實戴維繼個演出都好穩定咁落嚟啲谷誒啲泥地千二。 即係以佢嘅級數，咁同埋同場啊，有啲都係初跑泥地啊，但係佢啊叫有啲根據嘛，有隻盡天使都係跑開泥地好，嗰隻鼓浪精彩啊，似乎跑泥地未必咁適應喎、啊、嗯嗱，睇嘅就未必，因為佢試泥地集就試得幾好嘅。今日咧就因為睇到早段咧部文就有佢嘅，即係即係冇話好刻意去搶啦。咁呢啲軍速馬你想佢過翻幾多只啊？但係翻到嚟臨終點前咧，佢追翻幾步，其實唔太失禮嘅。呢場賽事我自己就當佢係咁意思下啦。咁如果有再有機會跑泥地嘅話咧，你都唔好睇小晒。咁啊，馬房係咪啲全日控啲？ 係啊！而家兩跑到尾場都冇啊，係啊！咁啊，即係你要計條數，計埋啲飯啊嘛！即係，翻嚟就估唔精彩。我哋都預期佢落到五班點都有啲用啊！就算唔翻嚟，第一翻谷草排翻好啲嘅檔，其實都係機會馬嚟嘅呢啲啊！狀態幾好啊，馬嚟嘅，可能下一次佢跑翻草地差唔多到都未。等緊機會啊！呢啲馬應該係。翻嚟飛騰追今日方家柏都有個陣喺度，似乎就跑得失望啲啊！翻嚟嗰個第五日追唔到嗰只，都停㗎啦只馬。方家柏其實老實講，佢即係我頭先都話啦，兵無常勢，水無常形，即係佢。 佢佢佢啲陣好難估啊！<laughs> 今日你諗你跑到第八場，依佢贏梗啊，烈馬斯王啦，再、嗯、兩隻本 N 比，佢屁都冇，<laughs> 有個第三都贏啦，<laughs> 偏偏都估得到就冇啊！今日呢匹馬換晒啲配備，喐晒咧，我又保留評價嘅今日。咁啊，跟住落嚟啊，跑翻草地咯噃，第二場四班千二米，好多初出馬嘅場合嚟㗎，呢組四班千二米。 Oh, 起步嘅時候咧，出得最快嗰匹咧，報文嘅福國寶黃衫應聲彈出啊！咁啊，跟住咧有高分數啦，酷霸王啦，外檔咧手機錶霸呢幾隻都快嘅。內檔嗰邊水龍頭啦，中間就用眼光，外檔賣緊嚟就忠誠寶寶啦。然之後咧話有隻好似佢難控制呢手機錶王嚟嘅，喺個內側咧仲有咧就用眼光啊，快馬加鞭啦。然之後明進福星咁喺尾嗰三匹都係初出馬嚟噶啦，齊上班啦，人心聲啦，同埋包緊尾嘅幸運芙蓉呢個人心聲臨場起飛都起得幾緊要噶。入彎嘅時候啦，福國寶就帶緊頭嘅酷霸王守住。 第二貼欄上到嚟，第三係水龍頭喎，咁然之後啦，高分數啦，手機標霸啦，我檔啊，忠誠寶寶咧，哇，定咗出四碟噶，再跟住咧就快馬加鞭，勇眼光明進福星，咁啊手機標王越騎住要吞嘅，喺邊嗰三隻啦，幸運芙蓉啦，同埋咧就啲齊手班走咗埋內檔，掟出外檔上咧就人心聲啊，入到之後直路嘅時候啦，前面福國寶咧帶得幾順，其實第五步速唔慢噶，帶住兩個馬位好似 hold 住咁放嘅啫，水龍頭就騎緊上嚟噶啦，啊你酷霸王旗騎下就冇咯喎，反而咧就高分數就上咗啲嘅，出邊上緊嚟咧，仲有手機標霸帶我。 当住人心聲啦，拍住忠誠寶寶一齊衝啊！最後幾步嘅時候啦，前面啲福國寶咧仲未斷啊，後邊上緊嚟嘅馬我檔而家先攤着人心聲，不過太遲啦。個獎第一名嘅福國寶，第二名人心聲，第三名手機標霸，第四名就幸運芙蓉啊，追好多嘅。咪福國寶就而家睇嗰個駒市集都知啦，隻、就、好、是、fit 嘅馬嚟噶啦，有狀態就唔斷啦。擺喺、哦、前面，咁、啊，對手其實都幾弱下。你你你話大熱門係手機標霸開頭。 咁但係佢證明得唔算話好多嘅啫，跑轉彎路程而家。啊，其實佢比我預期跑得好咗啲添㗎啦。佢<的>上次連年連勝連連勝利都未過到噶嘛。咁佢仲要今日即係加程上嚟千二排，因為外檔<的>走轉外跌，其實好難克服嘅。同埋呢場真係好多嗰啲初出馬，有好多啲三歲馬。咁啊，終於呢只福國寶呢個路程贏過，今日你放頭刀啦。不過嗰只人心聲都真係唔睇笑得好多飛。 呢啲梗係食得應啦、啊！你試集彈出嚟，跟住捉捉捉落去尾，再湧翻上嚟，即係佢啊！實有水位嘅，因為何澤堯試完就冇騎到嘅，咁啊<的>結果就大把水位落飛，话落到得翻八點九，八點八倍啊！塊馬加鞭啦！呢度喺度俾人崩咗兩下，有啲支助崩嚟崩去。如果唔係佢啊，可能有個第四嘅喺度撞咗兩下。崩完之後佢有少少失咗平衡，變咗俾裏邊內欄嗰只雲芙蓉啊，跌咗都係第四啦。

咁啊，周俊樂都成咗呢個不小心拆劇嘅。咁佢今季其實都第三次犯不小心拆劇啦。咁啊，誒、呃、根據佢個記錄啦，同埋呢單事件嘅嚴重程度，咁就罰咗兩日停賽。咁就佢原本就一月十、七號都要停賽㗎啦。咁今次嘅停賽咧就會誒之後咧就廿一同廿四號咧接住咁嚟去去去停嘅。咁每年到咗呢個所謂嘅季中階段咧，就好多嗰啲錯出馬一齊咧湧上嚟，一場可能三五七隻都唔出期。嗯 咁啊，嗰啲咧，老實講，有啲馬就喺度報住揾食噶啦，因為你唔知佢底細。咁你有時你睇試集都要小心啲啊，因為點解咧？你有時睇賽馬節目時間所限，咁可能只係播條直路俾你睇啊嘛。其實你如果你即係俾心機做功課，你真係要由睇，甚至由入集之前睇到尾先得。因為如果唔係咧，佢哋好識得喺早段做嗰啲功夫咧，咁 <laughs> <laughs> 可以隱藏多多少實力嘅。 咁啊，呢只又係啦，即係賽前啲集啊，可能都係捉咗喺後邊先，咁佢有撲上嚟，有追嘅呢啲嘛。其實今日不過形勢都係差啲，其實早段佢。 因為走外碟啊，佢係焗住一路越拖越後，越拖越後，咁啊拖咗去後邊就轉個大彎，其實都要走住三碟，咁啊翻嚟咧臨尾其實仲有啲內線啊，變咗啱啱贏唔到。佢拖後都唔緊要咯，但係可惜就喺轉彎嗰度咧，入彎度零零丁丁一落單一直喺尾，仲要走過喺最外嗰個角，嗰度其實蝕得最多嗰度。如果嗰度咧即係冇咁差嘅處境嘅話咧，我諗過埋前面嗰只都夠。啊都、嗯。 都唔，柱面仲 Q 個雷啦，即系拖就拖到啦。今日都話何賢同方家柏今日兩兩個馬房都幾好，即係個陣勢幾好。不過即係其實兩個做唔到連馬師王，我哋比較出奇我以嗰佢是第一個做得到。都好近㗎啦，不過可惜啊，都係啊，即係數湖尾或者數頭馬數輸咗啊。咁啊，睇咗兩場賽事啦，咁啊，不如我哋休息陣先啦。